下面我们讲陈氏太极拳五种推手的方法。在没有学习推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太极拳的基本动作练习。这练推手是在练好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传授技击的一种方法。练太极拳是知己的功夫，练推手是知北的一种功夫，所以没有拳的基础，没有松活灵敏这种感觉和周身协调的身法，推手是练不好的。所以有了太极拳的基础，我们在练习推手的时候，最主要的也是注重于腿上的练习方法与身上的旋转和以腰为主这些要求。所以我们的基本动作的最重要还是练以步伐和结合腰的旋转这些方法来练习。这个第一种叫屈膝行步。屈膝行步有两手叉腰，屈膝松胯，向前迈步。迈步的时候，你重心定在右腿，把左脚伸出去，在不影响你重心的情况下把步伸出去。伸出去以后感觉合适，然后重心慢慢向前移，移到左腿以后再把右脚提回来，再伸出去，再移重心。这个主要练习虚实重心的变换和步伐的灵活稳健。基本动作第二种叫跨步转腰。这个动作主要练习上步的同时与转腰相结合，就是裆要向内扣，身体要向外转，就配合两手臂左右的带动这种惯力。这种方法近几年在推手比赛里边这些动作最多，尤其是这定步推手。定步推手对方来了抗力，然后我要把他的力引进落空，所以这个裆劲要不向里扣，那你随着这个劲就跑出去了。所以练习这种方法对这种定步推手
是很有必要的。下边我把这个胯部转腰示范一下。第三种叫刑部放松，这个刑部放松也可以放在练习之前，也可以放在练习之后。这个是手放松的自然摆动，结合着就高身法的自由走步。这种方法在做准备活动或者练功以后做放松活动，效果都非常好。以上我们介绍了三种基本动作，实际上在运用过程中还有很多种这个步伐呀、身法、手法，要包括我们一路拳和二路拳里边出现的像垫步、蹴步、剪步、瀑步、跳步、这样后退步等等，所有这些步伐随时随地在推手运用当中都可能会出现和用上，但是这些步伐在前边套路里边已经都也介绍过，而且套路里边都多次出现那种练习的方法，所以在这边就不再多讲了，就简单就介绍这三种。而且在推手的时候，它是一种随机应变的一种方法，它主要就是体验你手眼身发步协调一致，你的全练的基础，就一路二路拳的基础的结合情况，所以叫两个人在运用的时候所做出的表现。